对啊，我叫咱切这条歌吼，后来吼，这个调吼一直保，一直保持嘛，啊，歌词就一直变，啊，所以有一个真作曲的，诶，迄个作曲家，叫做桂丹士，伊就甲这改变啦，我把人的阿君啊，先到阿啥，变做青蛙式，青蛙式，哦，啊，讲迄个调就变做青蛙式，这条歌嘛是啊，怪鸟球，我最爱听这条歌，这马街朴树去采集蝙蝠作为原调。然后呢，邓丽贤把它谱成流行歌，这个流行歌，它是夜宵就在三山路，风吹微微，窗台人，咱不是刚刚请我来卡拉 OK 唱你听，俺唱到这条，所以作者歌谣也原调是蝙蝠作的调，哦，咱时间已经，我俩就唔是创作的咯。啊，无啊，就根据迄、那个，根据迄个原调，他去创作这旅行歌。哦、他去创作这旅行歌，咱即摆找旅行歌的迄个调，但伊的原调是来自蝙蝠作的原调。好、哦，啊，你看迄、那个调歌嘛是六六台。1923年，宜兰线通车，啊，通车经过迄个所在，足侪拢过期的蝙蝠作，什么作？河马兰，河马兰哦。所以你今仔即个草岭迄个所在，迄、那个隧道迄附近就变过作业，啊，所以宜兰的迄个车通，啊，佮作个作个防空呢，啊，用迄个雕就出来，啊，雕其实就讲火车行到防空来，防空有水滴落来，敢若即句尔，规条歌敢若即句尔，啊，剩个拢伫遐咧，伊都阿妹，伊都伫遐咧，迄个语助词。这边就安尼说，火车行到伊都阿妹伊搭丢，阿呀防空来呀，防空的水搭丢丢，搭来搭阿妹伊搭丢阿伊都落来。啊，这个调就偏国的调，就是河马兰的调，做流行啊。这边就台湾的文化，啊，所以你讲，哎，军歌吼，唱军歌，上公台唱什么？中华中华在台台唱，我买当唱这样。你这个改做两步吼，你当唱啊，火车行到你到阿妹，你还可以打树嘞，还可以打树。啊，你歌词这样改嘛？你歌词改做你军中的歌词，欸、对不？安内就一定讲，我爱中华，我爱中华，就安内。而且看你小英愿不愿意本土化，愿不愿意在地化，愿不愿意台湾主体性建立？很难，快很难，你不会逃开吧？他不是开创型的人物，大家发明，所以你就是爱去顺势主义者，你要去发挥出来，你要去发挥出来。我所以讲一个演员，是，我本来是这个。